OK， 来，一二三，一二三。我们邀请曹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川，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还没有订阅我朋友们，记得要订阅，而且要打开小铃铛，叮咚叮咚。OK， 今天我们要出席一个非常重要的 event， 就是 Cat X 的一个 event。然后今年是一个万人演唱会，今天有豪哥啊，然后 TP 他们表演啊，然后也有很多网红朋友出席那边，所以我会带你们去到现场看。我们会早一点去啊，现在是4点多时间，到那边应该是5点，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到现场那边看啦。我跟美仪会先找过去，然后摩纳他们过后才过来，等我们再拍啦。等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等一下我们再见 ，Let's go。好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阿夏达 Arena， OK， so banner 全部都有了，到了，到了，接下来的车也到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的跑车，所以等一下可以拍给大家看，应该没有到，所以现在我们大致上不老周末，因为我刚有进去一下，因为太暗了，可能我等一下直接拍现场的画面给大家看，兴奋吗？兴奋。你们今天 event 呢？今天我要哭啊，等一下。再哭。再哭不出，一看到你，如果等一下我看到曹哥，我就会哭啊。曹哥就不跟我帅。超哥比你厉害唱哎！我不用唱了，我用样貌来打败他。哇，敢讲哦！敢讲，我不敢讲。OK， 所以我们走走看看有什么东西拍给大家看，因为我知道有 food truck， 那我们去找 food truck 来吃先。OK， 带你们来看他的 food truck， 看有什么东西吃。那边是 fast food， 应该是，这是卖炸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卖面包类的东西 ，dessert， chicken chop， 奶茶，臭豆腐，然后还有我们的跑车，还没有来完，暂时来4辆。这是之前我驾的那辆 GTR。西北游历的 GTR， 所以今天的 event 我觉得会非常的帅，非常的好玩，所以有参加朋友们你们就有福了 ，OK， 而且我还是送票给你们哦。来，我们现在他们选择这个，选择甜品，三个女生，我应该想要吃饭的东西吧，应该是这个 job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我先选一下，然后再拍给大家看。吃这个巧克力，看起来就是很甜，没有办法了，就点了。由于外面很热，所以我们进来朗利的店吃 burger， 然后不好不好吃，因为我们记得去那时来吃的时候是不好吃的。试看一下 burger。还是路边的好吃啊，对大家不要吃店的。我们每天吃完东西啊，等下再拍里面后面给大家看，大家见。现在时间来到7点多了，所以全部人已经开始进了。OK， 所以我现在全部人陆陆续续进去了，然后我们的跑车队全部都已经到了，摆一些跑车的画面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里，耶、yeah ，全部在这里啊，还有很多辆好像在另外一边，那边的人也是进啊，两边进，这边进，然后这边进，这边超多人，好菜哦现在，所以我要等摩纳他们来先，然后再拍一点摩纳画面给大家看，然后我们再见。Yo， 终于来了是吧？妈的！有看到我照片吗？哪里？那边那边。哇，老诶，够不要脸哦，这种人超嗨。好讲话。不像了，这照片比较瘦。好讲话。哎呀，也是到了，说我们要准备吃了，拿他的烤串，然后就进去吃。OK， 拿进去啊。他讲可以哦，谁讲可以？应该可以，这样应该是可以啦，可以。OK， 叫我们进去里面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Let's go， 哎，摩纳到了，他今天穿一个非常骚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烧。对，朱哥比较晚来啦，刚才很多粉丝要找他拍照，里面有在，我拍有700多张啊。是啊，真的。我真的是觉得你不要来比较好，用尽了。对，站在那边的粉丝。没有，我有拍，我 OK 的。你说我怕你要拍很久，你那女拍吗？我 OK， 我没问题，我要走就好了。OK， 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啦。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要去这都给你们看那个 VIP 的视角。厉害一点看，哦，我们现在走了进去啊，这些全部都是只有我们 VIP 可以走不了的。这里面有卖吗？应该没有，他买啊。哇哦！我们到了，人脸就差不多了。我再去找兄弟。在里面。对，里面你们两个。我们是一 team 的。一 team。我们的头发是一 team。我们在拍照。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我是特别嘉宾。他们跳了一半，他们分开，我就先上来了。怎么特别嘉宾穿到这样吧？特别烦就来了。
你们不是在做访问吗？哦，没有啦，好啦，必烧啊，必烧啊，压力嘛，啊，压力啊，压力啊，第一次来就是第一次这样多了，第一次这样多了，对，那时候在最后一次是 Justin 跟他那场，哦，那边有没有到这么多了吗？没有，那边最多也是6000，也没有满。Okay, 这个最多12000，你们表演两首歌噻。啊，对，要看脚。Yeah， 要开始哦。加油！一定是啊，一定是。Malaysia time 吗？这真的是紧张啊！我是超紧张的。我们被邀请出来，是有一个使命的。哎 ，OK 啊，那个使命啊，就是把全场所有的人都炒热起来。来，我们要听全场的尖叫声！全场！All right， 这里我要你们一个帮忙。When I say can， you say X。When I say three, you say B. Three, B, three, B. When I say who, you say L. Who, L, who, L. What's up, Atlanta Arena?VIP. When everyone shout you all, 哎，给面子一下嘞。All right, VIP, make some noise. Okay. No one sit, make some nois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All it takes is a decision to be all of this and more. The future has arrived.Your future asset. Hello, hello, hello.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Kat. 我是 Captain Group， 同时也是 Kadex 的创办人。因为 Social Fi 呢，现在在国外其实呢都一直有人在用，可是马来西亚呢，我们现在就呈现给大家什么是 Social Fi。In five.成功，然后引领大家呢，一起呢，共创。
完全是很难聊天，我完全不能跟大家聊天，是因为一直在唱歌，还有营业打什么，所以带一些画面给大家看，他第一视角，然后就是给不错，整个体验他这样久没有唱歌还唱那么好，真的是实力派的，实力派的歌手，然后是很感动啦，因为他也是算是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位歌手，刚刚跟他拍照的时候身上有酒。正常的啦，正常的，台歌的味道就是毕业的味道，正常的，因为吼也一定要喝一点点酒，你上台会更嗨，这东西没有错嘛，21岁以上喝酒是没有错的。OK，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差不多要结束要走了，然后回去 second round 能不能拍到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会去拍音，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拍给大家看啦，然后我们再见。喝啊！你们真的别讲，求啦！